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4月14日，我现在位置在宝丰路。我今天想跟大家走一下宝林村的商场。这个商场是1989年是建成的，也有成35年的了，都属于是一个老村的商场。我们或者走一走，看一看那些传统的商店是怎样啊。宝林村呢，它交通都挺方便的。过对面马路呢就是新东城商场，那里有地下铁的。咁我哋而家到咗宝林村商场嘅地下，呢度有间100%嘅餐厅啦。披萨盒，呢间铺头文具店咧，英明阁咧系好多年噶啦。咁呢间文具店仲有啲系报纸档添。嗱，呢个小家电嘅铺头啦，万宁。呢度有一間街坊的時裝鋪啦，呢一間是老牌的高威皮鞋手袋公司，好耐噶啦呢間鋪頭。前面有一間寶林市場，是寶林街市嚟嘅。咁幾年前咧就係翻新過嘅。咁啊，陣間有時間我哋行埋啊。如果唔係，就下次先拍俾大家睇。呢度有間麥當勞咧，好特色噶。佢零零舍舍喺中間嗰度咧，有間屋仔咁樣嘅，好特別啊！
咁我哋而家行过去商场另外一边嘅地下。呢度有间大快活啦。呢一边咧就系麦当劳嘅正门入口。再过嚟呢边咧，有间百佳超级市场。呢度有间好特别嘅屋仔啊，系阿波罗嘅铺头。呢度有间眼镜店啦。呢度有间中银嘅提款机，咁我哋而家上去一楼睇一睇啊！呢度开咗间三木面包店。呢边仲有间马会，咁我哋行翻出去嗰边啊。呢度有間 7-Eleven 啦，餡仔米線。咁我哋而家再上多一層睇一睇啊！呢度有间桃园制作嘅餐厅，桃园制作餐厅隔篱呢边咧有间伊昂啊 ，Living Plaza。呢度有间骨伤痛症嘅诊所，楼下咯。呢度有间家庭用品店，又系开咗好耐噶啦，呢间铺头。
咁我哋而家行去三樓另外一邊商場睇下。間日本城啦，呢度有間補習社啦，嗱呢度有啲街坊傳統嘅鋪頭，賣袋啊，賣鞋啊，依間鋪頭都係開咗好多年噶啦。呢啲係傳統嗰啲老人家嗰啲服裝店啦。同埋呢度有啲藥房啦，都幾多街坊喺度買嘢啊！呢度有間豐昌順校服專門店，呢度有間荷蘭冰室，之前我嚟過好似係翠荷冰室嚟嘅，呢度而家改咗係荷蘭冰室。呢度改咗間係健身室啦，呢度係有間係飲茶嘅點心專門店，叫茶煲。咁另外依邊咧就係社會福利處。他們外賣自取呢，點心孖寶呢是35元，可以有兩種點心。那我們走埋過來這邊看看吧。這邊呢都是啲服務性嘅鋪位，咁啲議員辦事處啦，
同埋啲青年協會啊。啲牙醫診所啊，同埋啲西醫診所，中醫都有啊。呢度有間青年違法防治中心。寶林商場呢條片，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臨走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喎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